好，这几天国际间最关注的就是可以载着游客下潜到铁达尼号沉船处参观的这个泰坦号潜水艇。这个潜水艇呢，在18号的时候出发，1小时45分之后，这个母船失联了。因此哦，不少国家都动用搜救团队来寻找这个潜艇到底在哪里。最新的消息是，加拿大的船舶署他们一具深海机器人在海面下4000米，距离这个铁达尼号沉船船首488米的地方发现了潜水艇的残骸，因此现在外界认为船上的5个人应该是通通死亡了，没有办法幸免。这五个人包括谁呢？包括一名是英国的富豪，还有2名哦是巴基斯坦的富商，他们是一对父子，以及一名是铁达尼号的专家，还有一个呢就是驾驶这个泰坦号的驾驶哦，他同时也是这家公司 Ocean Gate 海洋之门的创办人。随即哦 Ocean Gate 也发出了声明，他提到说这些人是真正的探险家，他们有冒险精神、探索还有保护海洋的热情，而他们的心跟这5个人的灵魂还有家属是同在的。全球关注的史诗级搜救任务悲剧收场。Discovered the tail cone of the Titan submersible approximately 1,600 feet from the bow of the Titanic on the seafloor.终于找到泰坦号残骸，也代表里头5人没有生还机会。有了这点线索，事故原因慢慢浮现。The debris field is consistent with a catastrophic implosion of the vessel. 疑似泰坦号周日下潜后1小时又45分钟，还没看到铁达尼号残骸就发生内爆。但究竟什么是内爆 ？You give an air balloon to a 5-year-old and you tell it to poke it.It goes in a fraction of a second. The same thing happens in reverse. The implosion, it's a negative explosion, but it's the same. 一般爆炸由内往外散开，但内爆相反，是因为外部压力远大于内部而向内瞬间挤压。有可能是潜水器有漏洞，乘客在没察觉的情况下瞬间死亡。That it was so powerful, the top secret Navy underwater microphones actually picked up the sound coming from near the site of the Titanic. 内爆发生和爆炸时间目前都在推测阶段。美国海防继续找碎片残骸拼凑真相。Our focus will be on supporting the Coast Guard.And their efforts as we go forward. 连五角大厦都要帮忙，不过5位乘客的遗体恐怕已经找不回来。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在确认泰坦号是悲剧收场之前呢，其实哦，不少国家都投入了救灾的能量。举例来说，美加啊派出了像是 C-13 动运输机啊、P-3 猎户座海上巡逻机，像巡逻机呢，它就能够投放声呐浮标。另外呢，也有派出遥控潜水器，这个潜水器呢，可以将缆绳连接潜艇，然后就可以把潜艇带出来水面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泰坦号基本上呢，它必须要拉出来到水面上之后呢，外面的人哦才可以协助把这个舱门打开，把人给救出来的。而天空新闻也报道说，其实法国的考察船呢，则是载了这个 Victor 6000哦抵达现场。 Victor 6000呢，它其实很厉害，能够潜到深海6000米的地方。另外呢，它也可以透过远端的方式来操纵，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没有办法把潜艇带到水面的。而另一款这个深海打捞系统呢，它就配有足够长的电缆，它能够把潜水艇拉回到水面上头。另一方面，有一些民间团体哦协助想要来帮忙。不过呢，他有提到说，他有一个2万英尺可以下潜2万英尺的设备哦。但是呢，他一直到22号的时候才投入寻找的工作，主要还是因为没有获得批准的关系。好，现在专家认为呢，泰坦号就是发生内爆，所以变成说这个潜水艇只剩残骸，而里头的人都过世了。但内爆到底是什么呢？专家认为这个潜水艇它就是快速的解体，而且发生时间只有几毫秒而已，所以舱内的人其实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们就过世了。而在这之前呢，其实外界认为应该要跟时间赛跑啊，在这个潜水艇里头氧气耗尽之前，赶快把潜艇找出来，把人救出来。当时就有专家说，如果真的是要担心氧气
气耗尽的话，其实氧气耗尽的这个死亡过程相当的漫长，相当的折磨，因为它取决于新陈代谢，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同一个时间点过世的。另一方面，这个死亡啊，不是一瞬间的，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曾经下潜到水底来看铁达尼号沉船33次的铁达尼号导演詹姆斯·科麦隆，他也提到说，他认为这起事故跟铁达尼号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包括是在同一个地点，另外警告也被忽略了。当年铁达尼号收到了冰山警告，但是忽略了警告而撞上冰山。泰坦号呢，它其实哦被认为是一个实验性的潜水艇，它也有不少的专家提出一些安全警告，认为说应该要先获得认证才能载客啊。没想到这回就发生了内爆的事故。You dive because of the cold, which is not a bad way to dive because you fall in sleep and it's not you don't suffer. 他是人称铁达尼先生的法国海洋专家纳若莱，曾经到深海看铁达尼残骸35次，如今证实跟着解体的泰坦号潜水器命丧他最爱的深海中。Donc là qu'il soit dans un sous-marin et qu'il soit dans le Titanic, je sais que ça lui plaît.只是现在家属只能悲痛接受失踪5人回不来的事实，其他的乘客还包括英国的亿万富豪哈定、巴基斯坦富商达伍德父子，而驾驶潜水器的正是所属公司海洋之门的 CEO 拉许。Safe and capable of handling depths down to 4,000 meters.拉许曾多次在镜头前挂保证自家潜水器绝对安全，没料到最后自己竟因此赔上性命。I was really struck during that time, with how simple the technology seemed. 过去曾采访过的 CNN 记者就透露，如此精密的深海载具竟是由市售的电玩遥感来操纵。另外，内部员工跟业界早就警告过，潜水器没有经过外部认证不安全。深海探险经验丰富的铁达尼号导演詹姆斯·卡麦隆。Unheeded warnings about a sub that was not certified, but a large number of them got together to write a letter to OceanGate, the company, and say, "We believe that this could lead to catastrophe." The Titanic has taken 5 more souls.潜水器失事是否有人为疏失还待调查。现在各界纷纷对罹难者致哀，只希望悲剧别再重演。体育新闻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